一打二，跳的不错嘛，是老师教的好。你明明都没怎么学过，怎么比我还快呢？哎呀，下一步是什么呢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老师教那些太没意思了，坐，来，干这个。你让我在全公司人面前跳这个啊？那奶奶还不得气昏过去？是你接受不了。喂，你怎么那么贴心啊？还给我妈送了好多礼物。我看那些天太累了，做女婿的不应该表示表示。嗯，别转移话题，我们练练刚视频上那个。你不要。哎，你不要的话，那我们就干嘛？就给奶奶做个礼物。什么呀？你会捏糖吗？哦，就这个呀。你不要太快，速度要均匀。哦。慢一点。哦哦。再慢一点。好，再慢一点。嗯，速度要均匀，太快了，太快。过来，把手放在我手上。哦，这这，我也做成了个窝窝头。把手放上来，用左手支撑着腿，扶住泥巴。哦。力度要均匀，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你的心跳。我不是说心跳，我是说手。你的手又细又柔。我去拿，快点拿。你没事吧？眼神就能确定，因为是你，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，阴晴都属于你，我的风景。爱呀呀，爱得很在意，没有原因，一个微笑做出。